作校歌最后一次在校庆中飘扬。虽然六月学校就要被裁撤，校庆活动依然充满欢乐，舞动后座传统的醒狮团依旧震撼。第六届校友陈义宏每年校庆都会回到学校，如今看着时光回廊，满满回忆。对于学校未来，除了关心学弟妹的安置规划外，对于航空城开发而废校，期待明天会更好。对我们来讲啊，这个都是我们小孩子时候的一个非常鲜强烈非常强烈的印象的一个故乡的一个景点，也是我教育我们的地方，我们非常的依依不舍。不过啊，我们因为时代的进步，我们除了要接受以外呢，希望在整个航空城的一个改造的过程会变成明天会更好，而且呢是一个啊永远让我们大家快快乐乐的地方。校长王建新对于还在学校的老师则是充满感谢。我要感谢后座国小所有的教职员同仁们，谢谢你们为后座国小留到最后创造最美好的历史，历史会永远记得你们在后座付出的一切，谢谢所有的教职员工们，谢谢你们。运动场上的天空，客机不断轰然飞过，后座师生以欢乐迎接最后一场校庆活动，继续记录校史的最后时刻。记者陈信维采访报道。